好。快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把门关上。你要干嘛？我干嘛？你关上吧。躺这儿。我就运动一下。你让我躺着干什么？什么东西？那你帮我忙，帮我数一下数。躺这儿，脑袋放这儿。干嘛？我要坐火车，你就帮我数一下。你自己不会数吗？哎，你脱衣服干嘛？啊？不要把衣服弄湿了。你可不要心，你可不要心动啊。出汗了你？运动当然要出汗了，是吧？不是吃手抓？干嘛呀？你这是？我不要你了，躺我怀里来。哎呦，挺霸道的。干啥嘛？我在这坐的好。你早说你好这一口。什么？啊？什么好这一口？就凶一点对你，你就喜欢我这样是吧？滚蛋！干啥？干啥？是不是？躲什么躲？你缩下去干什么吧？因为我很滑。对，你滑下去。你很滑。你什么做的？肥皂猪吗？哎呀，我的身体就像泥鳅。哎呦，好重啊！不重不重不重。三、二、一，这不是很轻松吗？让我喘十分钟。干什么嘛？你想对我做啥？你老公今天帅不帅？我今天专门穿的白衣服，我平时都穿黑的哟。你要干嘛？帅不帅？挺好看的。你多好看！哎呦，干嘛你老弟？你多好看啊你！就很好看啊。先表示一下。哎呦！干什么呀？都六年的老夫老妻了，你还害羞？啊、不行！别装了，别装了，咋的？你这转过去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哎呦！你想干什么吗？你想？我就想看一下啊！别人都说七年之痒，然后现在我们六年了，我看我还对你有没有魅力，有没有吸引力？哦，你对我呀？有啊！你看我刚才那个表现，我呢？嗯，就那样吧。你倒是表现点什么，让我感受一下你的吸引力啊！哎，刚才那个动作，干嘛？嗯，干嘛？这样。有幸运，有点蠢，你别说话，但是很可爱。啊、看某些人被我迷得神魂颠倒了。
你能别那么自恋吗？咋了？你不到你什么我？看什么？哦，想看了。你看什么？哎呦，过来。啊，过来嘛。你该去洗澡，一身的臭汗。不臭，我都没闻到。不，过来。不，过来。不。哎呀，哎呀，好湿啊！哎呀，你就喜欢这样。谁喜欢这样的了？你不是喜欢锻炼过的男生，或者体育生，或者是那种……啊！哎，好湿啊！你身上洗澡是还感冒了？还趁机摸我的胸？什么意思？洗澡去？喜欢吗？洗澡，洗澡，洗。哎，好湿啊！这跑了多久啊？你是？看你下意识的，刚刚又摸我胸，这么喜欢，来，那你摸个够。洗澡去。那，捏个坨坨干什么吗？够了！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，洗澡！啊啊啊！哇、啊！跟我一起洗吧。现在你只有跟我一起洗了，你身上都是我的汗。哇、哎！走，你先去，你先去，你身上也脏了，走，走，跟我一起洗。啊！